你干啥了呀？赶紧停了，快快快！我帮你浇地了呀。不是，你里头装的是啥呀？我里面装的是水，你放心吧。你昨天不都说地都旱了吗？我今天帮你浇一浇。不是，你还嫌不够乱呢？你都给我捣多少乱了？你赶紧回去行不行？我没有给你捣乱呀，我就是想帮帮你。你看你最近都晒黑了。不是，哪有这样帮我了呀？你看谁家浇地用这个呀？那用啥浇呀？那肯定用那个专业的水泵啊，那出水多快呀。那你把那个打开，我帮你浇一会儿，帮你浇一会儿我就回去，我绝对不给你捣乱。我真的就是想帮帮你。对呀，你给我打开。你根本就弄不了这，你赶紧回去吧，行吗？哎呀，怎么什么都弄不好？我就是想着帮帮你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你看你这都手上都弄的是。回去吧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不是，在老家你给我准备啥惊喜啊？你回头看。哎呦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做了饭我们就来这边吃饭，乘乘凉，看看星星，是不是你梦想的田园生活？是田园生活，但是你这搭个棚子又弄个灶台，是不是太麻烦了？不麻烦呀，你喜欢就好了呀。再说了，你以后也不用天天去大爷家吃饭了。不是我大爷，那是我亲大爷，我去他家吃饭咋了？也就是夹双筷子的问题。大爷年龄也大了嘛，你天天去的话也不太方便。没事啊，以后有我呢。我做好饭了以后，你让大爷来咱们家吃，也是夹双筷子的事儿嘛。啊！别愣着啦，你赶紧去街上买点肉，买点菜，等晚上好好吃一顿，然后大爷来咱们家吃，快去吧。